各位老师、同学和家长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班的林亮宇。我这一个暑假在日文过得很开心，也学了很多新东西。我最喜欢的课是魔术课，我最喜欢的魔术道具是一根可以变成和缩短的棒子，这个棒子让我觉得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。我在日本也交了很多新朋友，很多跟我一样都是从美国回来台湾学中文的，希望回美国还可以跟他们约出去玩。我最后想要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，让我有一个开心的暑假，谢谢大家。